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瑜伽老师美珍。很多朋友有睡眠障碍的问题，要么睡不着，要么就是有一点声音就会醒。有的人可能能够睡上一整晚，但是睡醒了还是觉得累。那长时间的睡眠质量差，会造成阴虚火旺和上热下寒等这种矛盾体质的出现，比如腿脚冰凉，但又很爱上火，出现牙疼、口腔溃疡、长痘痘、便秘等等这些表现。还可能会造成肝病、肾病等一系列问题，甚至会增加高血压、心脏病和老年痴呆等患病几率。那今天啊，美珍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穴位，睡前按一按，有助睡眠变得香甜，就是按揉软骨穴，在我们脚的内侧，把我们的足弓提起来，在足弓脚窝的中间，用大拇指呢进行点揉按压，有双胀感觉呢是最好的。每次按摩的时间呢，保持3分钟左右。按摩完之后呢，你会觉得这个烦躁的情绪呢，可以得到很好的疏解，特别适合这个心火旺、晚上爱胡思乱想而睡不着的朋友。你睡前呢，按一按这里的软骨穴，能够安定心神，是有助于入睡的。最好呢，我们是啊，在睡前呢泡一泡脚之后按一按，因为睡前泡脚呢，也有很好的助眠作用。好了，今天的养生方法呢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简单实用的方法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关注美珍，为您答疑解惑，分享适合您的养生方法。